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同是乐华出身的金子涵、李文翰搭档挑战《想见你》，两人演技遭到导师和网友的吐槽，金子涵更直接被郝蕾点评，听说唱跳很厉害，不太适合演戏，还是回去唱跳吧。刘天池则更狠，直接表示像机器人，是一个特别会唱跳的一个歌手，我真的认为你回去唱跳吧，你不是一个做好演员的材料。而此次不是金子涵作为演员第一次受到质疑，原剧粉丝们也都在吐槽表示，金子涵不要再出来了，这是什么魔改剧情，赶紧看一下原版压压惊。